骨细度，乱开的材料，咁亲像真吉先吹掉，放心伊是福将，兼包探听，就算无，伊嘛会生出来。我来咯，真吉先，我唔是叫你吹漂灰酒，加着香木油，你来吹三个人等个物件呢？免急免急，我拄只。有听人咧讲，我是福将，哪一行的大行啊？哪个？这摆再上的印证就算了，拢无上。听你这样讲，敢讲这两位甲材料有关？你是来说明呢？你爱的漂灰酒，就是镶在这个和尚脑袋面上卡，顶上没有，正是在这个月牙脑髓的壁波啊！因两人都好是兄弟。大姐经过，我用变的较紧，安尼啦。三，世间有真拄好的代志。陈吉新，你真正好运。当然咯，一那无是要安怎叫福将？两位愿意挂的，可是多十分的感激。敢问名号？我说不多。黑木沙灯，陈吉新，你这两个朋友的名真出名，蛮小看人嘿。天公因一个太阳是模拟科大的机械研究所，一另一个都是新疆大汉的电机高材生。陈吉新啊，你真有本分。头衔是在人管的啊，无安尼介绍啊，人民来看档。哦。原来两位也是专业人士，不感动，好破了。我带来啊，是希望照中因的专业，增加咱这项计划胜算，务必照着万无一失的完美听懂。陈吉新，想未到你的授课这样面面俱到。当然咯，这回可是完美的综合，合电机机械机关电工。材料科学以及的团队啊，我号名为建良团队。建良团队，无得建良，好，派一条换名。现在呢，反正这回是尊上不尊拜都丢。那因如何去专门？我家弟呢？杨生啊，你负责翻译，我来科技引进啊，一定我嘛，负责最厉害的嘴炮。这里开始专门，既然我拢来了，我不将你的完整记忆图提出来，大家互相研究。嗯，再次，呵，今天就想要成功，恁实在是集体的罪梦，哦。这就是我修改的意见，这是我的部分。嗯，我看卖你。两位看到的缺点部分，其实我甲苏导演也心知肚明，但可无适当的材料，只能设法尽量补强。想未到恁会用更巧妙方式直接解决阮的缺陷。恁用漂灰酒做动力的来源，虽然只能发挥恁预期的作用，但却无法纠正。我用定心梗灌入漂灰酒，再用恁先前所爱的香木油，甲我的表面不但功效不变。定能应当灵魂消耗的寿命，定心梗那是什么？一项宝贝是我为阿母的名称下提出来，我详细个研究过伊的材质个特性，可惜是人间难得一见的好物。哦，领受阁下这样的称赞，我老去真相一观，放心，你真紧就看得到。但是我提出的毒药师需要的可不是对无疑的材料，放心吧，技术方面
就交代在我与苏大人的身上了。那欠其时，我定是朽木之凶般。老臭油，难得看你真慷慨，是这的碰瓷，就会是你八仙过海，骨定神通。你敢看未出，一旦为这张设计弯道的人，嘛不是普通一丁。啊，既然心变心，那我嘛功夫真顶，我介意竞争的感觉。我嘛是输人不输阵咯，哈！陈吉新真是找着人，找着两个专业的。现在设计图大概成型，接下来就是赶工打造。嗯，杨顺呢？哇，伊的眉头酷干，哈哈哈哈！